所以乌龟啊，哦，长六，他们把它哦，整个啊，都是哦，这个缠住了，哦，会受伤的地方呢，它都藏起来，藏在那个哦，那个龟甲那个哦硬壳里面。哦，那么如是重罪，这么重的罪啊，哦，长夜不回，就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，哦。为什么叫长夜？因为啊，那个黑暗哦，有犯罪的诱惑呢，哦，这个啊，把它表露，不想给人家知道，那个都整个黑暗，哦，啊，因为呢、啊，不后悔，哦，不忏悔，哦，它会日夜生长，哦，就会一直啊，生长出一些哦，那个。